西湖度假村。来，这鱼来，叫他们来，快点，来。大鱼，这喂饲料的，走。快点，迫不及待，快点！我要坐哪里？他自己一个人不能坐吧？废话，他自己怎么坐？那你抱他，你抱啊！你跟他坐，我可以坐。哎，他那有椅子的，不要坐。你要去坐哪里啊？坐椅子的。嘿。你这样，你下去啊！你要坐哪里？啊？你要搬，抓着那个。哎，他们都没有坐，你叫我坐嘛？又没关系。他们在那里干嘛？他们可以不坐，你们可以不坐。可以不坐。可以啊，站着就好了。我一定要坐啊！嘻嘻。好了没？在这里啊。不管你要坐嘛。开始哦。对啊，他不坐嘛吗？你坐嘛，你坐好了。开始，我要下去。我坐嘛，好吧。他要在外面啊，他是会怕吧，不是淡定。在里面，嗨，好累哦，他们用坐的，我用走的。要转弯了。
累了。走，要不然爸爸抱着。爸爸抱。走，干嘛？哎，不要妈妈抱吧。你要妈妈抱。打恐龙，打恐龙。打恐龙。你超勇敢。打恐龙。这边蓝标是哪里？打恐龙啊。不行。好了，出发。我们要进恐龙世界了，后面有人，快点。好 ，Go。Go。你抱很好，兄弟。恐龙，恐龙，有没有看到？哇、哦，恐龙来了！恐龙！哇！打了，打了！哇，恐龙，恐龙！哦，快点，快点，慢慢的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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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会动哎！啊！暴龙！走，前面好蛋，恐龙蛋，恐龙蛋，这里，恐龙蛋。三角龙。这里左，这里三角龙，想要抱它喽。好，不用啊。所以我帮你们踩会比较快吗？几岁？看这边。我来了。
下雨啦。不要跑，你们不要跑，我们来了。转弯。他根本没在空管下。撞了。啊！哦哦，嘣！我不就这样飘吧？好累耶！哎、欸，真的下毛毛雨哎！我们是龙。哎、欸，你们都新的，你们比较新哎。不知道，应该是。看到爸爸就跑掉了。